Hello，各位宝可梦，居然是卡牌组。今天福特攻击，今天伏击了，我就把它缩写成今天伏击哈。那铺这张布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说呢，要保护好卡呢，最好的铺个布，所以我用这种吸湿排汗的布哈，比较或者是绒毛布，比较不会伤害到卡面的布来弄哦。持续继续开，能看一下我们能开到什么呢？来，第一张木棉球，好，普卡，没什么好介绍的，拿过了，坐骑山羊也拿过了，这也没什么好介绍。再来，土土狼狼拳，犬，这个大图第一次拿到，不过有拿过这张，所以没什么好介绍。啊，清洗能量啊，今天这张又都是普卡了，哎。豪利一阶进化有拿过啊，算是比较好一点点啦。虽然是在也是普卡，算是好一点点啦。好，今天就是普卡全集，拜拜。